全麦面包切片，全麦面包切片，面包片放到盆中，然后呢，三个鸡蛋，好吧。Put one in. Isao, 蛋白粉，两勺奶昔。你好似只牛咁大只，你仲要坐张凳企上去做乜鬼？你好似只牛咁大只，你仲要企张凳上嚟做乜鬼啊？吓、啊，你知唔知你好似只牛咁大只嘅？你企落嚟得啦，遮住我，你个奶食，快啲，你又企上嚟，你知唔知你好似牛咁大只嘅？快啲攞啊攞啊！攞乜嘢？两盒奶食啊，奶食未够啊，新 baby 啊！遮住我，睇下好似只牛咁大只咁，唔够啊，平衡啊，平啊！妖咁少呢个嘢，一勺纤维粉，去攞纤维粉，够啦！一勺纤维粉，冇，系啊，一勺纤维粉啊，喺嗰度，嗰个啊，又遮住我啦！你，我都话你好似只牛咁大只咁，你全遮住晒视线，搅拌均匀。用力噶，冇食饭。150毫升牛奶，减肥可以放脱脂牛奶，零脂肪的脱脂牛奶。倒入碗中。哟，你就是冇食饭，我哋惊咩呢？你喺度惊乜嘢问你啊？放入空气炸锅中，15分钟，180度。15。嗯。看一下，哇，熟了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减脂奶昔牛奶。鸡蛋布丁，吃了超级有满足感，30秒就可以学会的，吃了根本就不想暴食的减脂早餐，奶昔、牛奶、鸡蛋、布丁，哇，我试一下，口感如何？哇，很好吃，超级好吃啊！你看一下，我特意切一块给你看一下。这个是好漂亮，滑滑的，这个叫奶昔牛奶鸡蛋布丁啊。那、啊、是不是很漂亮？试一下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很好吃，味道很好，太好吃了！大家赶紧做起来，再见，明天见。